昨天晚上有看新闻的人，请忘了这一切。我觉得昨天罚款就是我害的啦，对不起。哎、欸，是这个曲目有问题好不好？拿掉三首歌就一定不会超时啊。好像是我们自己决定的。可以拿掉，可以拿掉一些。我们等一下下一趴整个拿掉了，好累哦。这样年纪大，真没办法这样唱了。现在国际的演唱会以前都是一个半小时，现在都朝向八十或七十分钟前进。我觉得于丁密一定要向国际发展。因为考量大家的体力，对啊，所以现在演唱会差不多快结束了。拜拜，回家了。于丁密19号在小巨蛋开唱，心仪因为在前一天演唱会上爆哭而上新闻。他笑说啊，是因为自己哭而超时被罚钱。清风则安慰他，把歌拿掉就不会超时了，甚至开玩笑宣布演唱会结束。昨天晚上有看新闻的人，请忘了这一切。怀疑我昨天吃错感冒药了。昨天看完之后就觉得，啊，天啊，我到底在讲什么啊？从头到尾都在。我觉得昨天罚款就是我害的啦，对不起。还不会嘞，昨天是因为那个补班害的啦，补班所以在等观众等了一下子。今天就准时开始啦。因为昨天晚上那个同事进来就说：“静，你也要负责一点罚款。”欸，是这个曲目有问题好不好？拿掉三首歌就一定不会超时啊！自己要练那么多歌，啊，好像是我决，好像是我们自己决定的。可以拿掉，可以拿掉一些。我们等一下下一趴整个拿掉了，好累哦。这样年纪大，真没办法这样唱了。这样好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以后要向国际发展，因为现在国际的演唱会以前都是一个半小时，现在都朝向八十或七十分钟前进。我觉得于丁密一定要向国际发展。因为考量大家的体力，对啊，所以现在演唱会差不多快结束。拜拜，回家了。我有觉得，就是还蛮感谢，当我在那么崩溃的时候，就是后面有一群人一直在搞笑。对啊。所以今天我就告诉我自己，我千万不可以再害他们，又要这样子帮我拼时间。我们没有，我昨天真的是还好，你那时候就是给我一点时间，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拉伤，然后请小薇帮我舒缓一下。听说我是也不会是一直大家一直安慰我说没有事没有事，因为昨天清风就是那个脖子扭伤嘛，然后阿福的耳机断掉，断在耳朵里头，真的还假的？差点叫救护车，哇，就是对，真的还假的？耳朵很对啊。可能洞很大，所以耳机就直接在里面。原本想拔出来，就发现越推越里面，我就赶快叫大胖出来。是不是肉太挤？你自己检讨一下。